我从他们俩玩的时候，我就从你眼神里看出来你渴望极了。从小一看就是乖孩子，没进过游戏厅吧？没有。来，我给你投币。高博拿俩币给我。你注意观察了没有？啊，他们是有一个肌肉记忆，基本上出手点在这个地方。哎，少说，直接来。你先投一个我看看。就这样，就大概这个角度，往前够着点，从这个角度。再来一个。哦，没问题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没问题的。哎呦，你练过呀，小撒？我没练过，蒙的。你就近一点，近一点。近一点，这不算，这个不对，这框有问题，这个球有问题，这个是那个整个机器都有问题，一直到投进了我们再算，前面这些镜头都不拍啊，不拍。啊！哇！好！哎，好了，好了。掏，控制、哎、控制情绪，控制情绪，这样啊，这么投下去不是个事儿，我们计时30秒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你和刘一伟，谁进得多？来，刘老师，计时30秒。我可不愿意欺负女生。我是让你上来被女生欺负，谁让你欺负女生？你试一下。好，开始。我天，你能弹回来？好，有信心了吧？你看你面对的对手，你看他多么努力，你看他多么执着。六个啊，好，六个，该你了，来，好，可以了吗？30秒钟啊，你一定超过他。1、2、3，开始，加油，带一点劲儿，漂亮，速度要快，不要管准头，速度快，你别笑，速度快，你闭嘴，加油，速度投起来，时间最重要。对，漂亮，往里蒙蒙，对，路，再速度，对，好，一个也不行，一个也不行，进了俩，啊，进了两个，那这两个胜过我那六个，赢了。谢谢，好玩这个，哎呀，所以大家看起来觉得很容易，其实也没那么容易，其实不难，其实不容易。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没花钱玩游戏。